有个冰，红女没吃到这个经验，有力吃的。红女学 Q， 这个位置肯定不会这么吹的。差点以为他 A 我，那 Q 我一下也蛮痛。主要是我 A 了他一下，这几个小兵有点多。我迅捷的容错很高，对线的容错，那你失误了可以慢慢的去打回来。带着锤石的话，你跟锤石配合，像打这种，如果不是那种很赚的换血，不要上去换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两个长手。一线时间，像这种迅捷触发了，上去 A 一下。时刻给压力，知道吧？王道弗雷斯要知道怎么给压力。你看，迅捷触发了，上去是不是可以偷 A 一下？看这个迅捷，记住 ，A 一下走，看到没？虽然我们这波是被换了一下，但也还好。这个有点问题。血量可以慢慢回上来，不着急的。红女一瓶药没磕，磕一下。因为手短，我们换血是有点亏的，没发现吗？没发现。磕一下，走。那小兵会 A 我们的。一般是 A 一下就往后拉，但小兵打你的那个血量就不会特别高。A 一下，再到 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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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我们的血量一下就抬回来了，就触发迅捷，多去走动啊，不要站着不动去 A 啊。这样你的迅捷的触发频率会高一点，能正常发育也行吧。其实只是锤石的进攻性不是很强。应该是。哇，别带崩了，他们两个都带着凯旋啊，所以这波刷的是绿呗的。哇，这风里怎么溜了？耗了半天的血，给他六了，压制啊都可以。
哎呀，那下平 A 没 A 出去，我操！我卡平 A 了，烦死了。叫你去那儿。我打不了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为何不点灯笼？这么激情的发言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跟我说要睡着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哦吼！开我，不觉得能开得到我吧？来来来，老子这把要五杀了，我操！哎，怎么点了？他是畜生吧？我点了，兄弟们，怎么先抽个号啊？给你们抽个号，兄弟们，觉得主播打得不错的，还可以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妈给这个臭狗宇哥混到100分了，啊，真的。